你老实交代，这个单方是怎么来的？路上捡的。切，傻子才信你。你问这个嘛呀？令浩的手下说，这个单方值5亿。哦，那还挺多的。有了这个单方，你就可以进军苍天城东边的所有化妆品市场。苍天城西边不行吗？ 苍天城西边是2枚把控的，有宁家给他们撑腰，我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。又是宁家，看来不快点行动是不行了。什么快点行动？啊？哦，我是说，你应该快点行动，把驻颜丹尽快生产出来，先把东边的市场稳住。嗯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要去洗澡了，跟君约法三章。 你该回房间喽。哦，我也不能白占你便宜，你闭上眼睛。你要干嘛？起床了，我带你去逛街。 多多买几件好不好？好说好说，那你晚上把你那几个姐妹一起叫过来。好的，起来了。哟，这不是周总，今天撞的那个小子，是你下人吗？怎么？ 像人变脸男人了，<笑>哎，这么着急走干嘛呀？怕我发现你们下人有一腿啊？<笑>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需求啊，可以理解，不用这么躲着。闭嘴！喂。 你自己买不起也就算了，找个男人还要花你的钱，你可真是个便宜货呀！关你屁事！不过呀，我也可以理解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好男人。哪像令公子，对他用力，5个亿的单方我都放在眼里。<笑>眼睛别乱看。 你是被逼的呀！里面有1000万，请你帮我选购店里最贵的，随便选。没事，你省钱，我们不买就是了。你相信我真的有钱？你连房租都交不起了，你哪来的钱？ 许家家属娶不正北的，周姐，你这个便宜货，之前安那叶家废物，现在喜欢这个骗子，真是给不过替，人不如命啊！再过一年，连富家连乞丐都可以成为你们男人了吧？打我！刷卡！谢谢先生，您现在是我们尊贵的VIP客户，可享受轻松。
这一定是他们做的局，他们串通好的。好啊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两位请出去，我们要慢慢挑商品。你要替我出头？吕家艾玛，你有商务合作，你们肯赶我来？你去我家爷爷，让曲家和你们解除合作。怕了吧？别以为他们给了钱就是上帝，那些钱啊，说不定是什么鸡鸣狗盗的肮脏钱，小心坏了你们家品牌。你看看他，他不给你面子。我什么时候给过这个废物面子？你快点寻找工作，奈何不了我。这里归曲家，我爷爷宁武和曲家可是有私交的。尽管放马过来。你怕是连续剧看多了吧？你过来陪我一下，今晚我们几个人一起愉快。我会放你。既然你们不识好歹，别怪我宁家和曲家不客气。好大的狗胆，我看是谁应曲家的名头给叶家施压。那两个家伙我们会解决的。就是说，这是自称三年前的叶家惨案，我就和宁武断绝了所有来往。宁家不配和我曲家相提并论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叶先生，我找你有个好苦啊。老东西，宁家是不会放过这个小子的。我自留心肝自念，你们去向上扔炮。尽管放马过来，宁家来多少我杀多少。还不快滚！你先回去，我去了，我还有些事情。你怎么认识这么大人呢？你承认识。不说拉倒，不走了。你来了，你没来的时候也天天骂我。我们就开始吧。老夫现在就是准备还击。不必了，让你休息三天，现在是你的病也要机灵。这件事？对，你等我一下。不吃拉倒。吃。我怎么会怀疑叶先生的医术的呢？药王，周小姐去医院了。谁动的手？药王，您误会了，是周小姐的弟弟住院，今天是周小姐弟弟动手术的日子。倩儿，宁家公司哪里不好啊？我们周家这条件，要是能碰上宁家的大腿，那我们周家以后可要飞黄腾达了。就算不是为了周家，你要为你弟弟着想啊，以后你弟弟跟着你也能不苦饭吃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姐姐，宁家多好啊，别人想嫁给人家都没用呢。舅弟弟是你的孩子，我不是吗？妈，宁家公子那么好，你怎么不叫妹妹去嫁？谁不知道宁家公子是个废物纨绔啊。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宁家公子能看上你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为了周家，为了你弟弟，你不嫁你也得嫁。我叶天的女儿只能嫁给我。哪来的野种，玷污我家倩儿的清白。妈，
叶天不是严总，他是我男朋友，我周倩的男人。倩儿啊，你这样你怎么能嫁入豪门？豪门的媳妇讲究的就是一个冰清玉洁，你这样气死你妈呀！王母，小弟治病要多少钱？这钱我出了。土包子就是土包子，我家倩儿好歹是身价级的女总裁，会出不起这点医药费？我弟这病只有任神医能治，但是现在任神医被令家骗钱了，没有令家的同意，任神医是不会出手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世纪难题。任神医治不了，我可以治啊。姐，你找的这个男朋友能力大不大不知道，口气倒是不小啊。你少说点。你们商量好了没有？病人马上断气了。拿到了宁家的治疗许可证没有？这任神医能不能通融通融，再给我们点时间？没你们时间，病人没时间了，这人现在情况很危险，再这样拖下去神仙难医了。你这个不孝女，你这是要气死你妈呀？是不是要等你弟弟死了你才满意？伯母，我说了我能治好小弟。你治？你拿你的嘴治啊！你玷污我姐的清白，还在这儿说风凉话，我姐真是瞎了眼，找你这个男朋友。是吧？你说。我真能治好小弟，您让我试试不就知道了？你要是能治，那我就是在世华佗。废物一个，你就知道在这里说风凉话。你快出去吧，看见我烦。快走吧，别在这添乱了。你们到底要怎样才能相信我？哼哼，那你得问神医院的。资料里的东西。任神医，你说我能治吗？叶先生叫我神医，真是遮煞我呀！我的医术啊，给叶先生提鞋都不配呀！你还会医术？还行，生死人肉白骨，没啥问题。你别吹牛，你有几成把握能治好我弟？不多，也就十成吧。这个病治标容易。治本难呢，可能我心里有数。叶先生的医术真是高明啊，老夫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！根据脉象走势，叶先生不但治好了病人的病，连病根都给除了呀。那为什么还没有醒呢？哇，叶先生给的锦旗刚猛霸道，强行连上了病人的脉络，这病人有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。你还我的命吧！王母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这都是你找的好男人啊，把你弟弟给害死了。妈，你先别着急，有可能是任神医搞错了呢。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帮这个杀人犯说话？再说一遍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都别吵了，你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让弟弟醒过来？神医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叶先生的医术高明，对我施什么手段，这病人无法治愈。好还我儿命来，还我儿命来。任医，你还是没什么长进的。治病救人不能只看表面，我的进气外刚内柔，这你都看不出来，枉为神医。病人恕罪，是我一无眼无处。那我人啥时候能醒呢？一会儿都醒了。现在你信了吧？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之前就说了，可是某人不相信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先走了。等等我。刚才的事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刚才就只是骗骗你父母而已，我不会当真的。你就这么讨厌我？啊？不是我假装你男朋友的事情。装傻！我说的是他们逼我嫁给宁浩的事，我死都不会嫁给他的。原来你是怕我误会啊！呸呸呸！臭美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今天就要宁家在苍天惩处。
没人跟着我们，有什么危险？你看不到。到家后马上用这个手机给我打电话，里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。你不和我回去吗？不行，跟着我们的人马上就要追上来了，我要下去把他解决掉。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身处险境。你在的话，我更危险。在前面放我下车，我下车后你马上走。你要快点回来。你快走。叶家回来讨债了。老东西，还记得我吗？屠我犬子，如我孙子的畜生就是你，化成灰我都认得。老东西，三年前你没少杀我叶家，这么快就忘了，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。好一个叶家废物，三年前是老夫大意了，没有赶尽杀绝，不过现在杀你也不晚。你下地狱的时候好好记清楚，是这个叶家废物送你下去。哈哈，笑话，死在老夫手里的蝼蚁没有一万也有八千，蝼蚁没有资格要老夫记得。老东西，我要把你挫骨扬灰，以此祭奠叶家老小的在天之灵。你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事情了？慕容家不会放过你的。老东西，该上路了。药王，刚才叶婷把这个手机扔给我，叫我打这个电话。药王怎么了？药王是谁？药王就是叶先生。他说有危险，叫我先回家。现在门外有人在敲门。放下你们所有的任务，去保护周小姐。看错了吧，老公？希望完成的死一样。啊，是。二位在。兄弟有大事。让我先回